2023香港小姐竞选十六位佳丽嘅越南拍摄之旅进行得如火如荼，而佢哋呢日就有大任务，分成四组到当地特色嘅会安古城接受新挑战啊！我而家就喺越南嘅会安古城呢度啊！哇，呢个地方啦，一到傍晚就开始人头涌涌，非常之虚撼噶啦。而一班嘅候选嘅佳丽咧，亦都已经系整装待发噶啦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哋准备将香港嘅文化宣扬俾一班越南嘅当地市民啊！哇，我而家非常之紧张，究竟一班嘅越南市民到时会唔会认佢哋咧？佢哋又可唔可以成功完成任务咧？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四组佳丽呢次分别以才艺 busking、整特色 T 恤、港式小食甜品嘅方式，向越南当地市民同嚟自唔同国家嘅旅客推广香港特色文化，并且透过现场投票选出最受欢迎人气嘅一组。喺出发到市集摆摊之前，十六位候选佳丽都要捉紧时间做最后准备，而为咗同越南市民沟通得更好，佢哋更埋头睇笔记同揾老师一齐恶补越南文。他哋努力的表現都得到老師的讚賞㗎。老師對徒弟有冇信心啊？有信心，百分百信心嘅，係嘅。呢兩個係咪都係高徒嚟㗎？都係高徒，一個又靚女高徒嚟。你係而家緊緊張啊？準備要出去同啲越南嘅市民見面㗎啦喎。都緊張啊，但係其實咧都好興奮嘅，因為咧好想可以同佢哋交流一下當地嘅文化啦，同埋咁樣先可以認識到多啲越南嘅文化㗎嘛。你驚唔驚陣間一開口講嘢，佢哋唔知道你講乜啊？都驚嘅，所以就要努力啲去訓練咯。同埋如果真係唔得嘅話，可能就會用英文啦。係啊，你當呢個係顯港嘅市民啦，你同佢講兩句得唔得？先走，總隊等到紅光，地拿輕暗，亮點燃冷。啊，紅光，我哋就係送俾你俾你啊。頂就俾啊，先走。哦，感恩，感恩，系啊，對，多謝，感恩係多謝。去到擺攤嘅時候，黎樂意、謝嘉怡、梁海晴三位都會落場助陣幫下手，而樂意更拍心口話有曬計劃，包保令佳麗們唔會失望添啊！樂意，我而家好緊張啊！咩事啫？究竟佢哋一班佳麗咧，陣間佢哋去即係推廣一啲香港嘅文化俾一班嘅即係市民啦，係啦，越南嘅朋友啦。根據你嘅觀察，你個推測，你覺得佢哋會唔會認佢哋咧？認嘅，因為咧，咁睇下有冇人幫佢手嘅啫。我睇到十零分鐘咧，個去路咧，我就揾啲朋友仔，我越南多朋友啊，叫佢搞掂佢，幫幫手。咁啲女仔唔知噶嘛，咁佢哋好開心噶嘛。我成日都話，活喺夢想裏邊咧係最開心嘅，唔好話俾人知。你好好啊，你幫助大家成就佢哋嘅夢想。冇錯啦。哦，你係你係。你係咪會喺隔離，即係就會喺隔離擺個檔，就同黎樂意合照簽名？唔需要，唔需要。跟住完咗就影完相，就要行過嗰度食雞蛋仔咁樣。需要。越南咧好簡單嘅啫。喺見證十六位佳麗人氣程度之前，估唔到樂意率先迷倒唔少當地旅客，都未行幾步已經要停低同大家一一合照。睇嚟朱接近神嘅男人真係魅力沒法擋啊！不過樂意又唔使擔心十六位佳麗們嘅表現嘅，事關佢哋四個攤檔都好有人氣。就好似玩古筝献唱嘅 busking 组，就令到成个摊档都人头涌涌，就连小朋友都加入，同几位大姐姐一齐跳舞唱歌啊！一打頭陣嗰陣時，林姐嚟彈嗰個古箏嗰陣時咧，哇！即刻全場係聚精會神聽你喺度演奏咁樣。因為我覺得就係古箏係我哋嘅傳統文化啦，所以我覺得好多外國人都會覺得哇，呢個係咩嘢？佢哋會比較就係想睇一下呢個係咩嘢，係覺得就係幾好。我哋把我哋傳統嘅嘢帶俾咯外國人睇，因為啱啱有好多唔同國家嘅觀眾啦，我都覺得好開心。我哋可以把我哋自己嘅文化同埋我哋自己特別嘅嘢。
讓全世界的人知道。其實啱啱有個位好感動嘅，就係我哋一齊嗌 Hello Miss Hong Kong 啦，即係所有觀眾一齊嗌啦，跟住嗰下好齊啦，其實真係好開心啊！係啊！另一組人氣高企到令攤位陷入半停頓，就係職場印 T 恤組，大受旅客歡迎嘅四位佳麗熱情送衫之外，又有求必應同大家一一合照，令現場熱鬧到同粉絲聚會一樣。有熱情的旅客在合照時搞怪向16號 Juliana 郭佩文做隔空錫念的動作，令 Juliana 都覺得好好笑啊！不過由於這組太受歡迎，所以需要出動到工作人員幫手印衫。活動過後，這組佳麗都說真的忙到一頭煙啊！我見你們很忙喎，你們根本上每一秒都在這移動緊，在跟旅客聊天，在介紹啊，同埋印衫咁樣。係。你哋覺得個原因係咩咧？係你哋甜美嘅笑容啊，定係件 T 恤好優秀、好出色啊？定係啲咩原因咧？你覺得？所有原因啦，但係可能最緊要嘅都係件衫係 free， 係因為免費啊！Michelle hold 住呢個 iPad 係咩？係我甜美的女神。我哋件衫咧，紅色同埋紅。白色好似係好 sharp 嘅，係啊，好 sharp。係啊，仲有啲人睇到係 free 啊，係。同埋你哋好細心嘅，你哋有時間係去同佢哋講話要啲咩 size 咁樣嘅喎。係啊，佢哋都好好奇，即係可能見到咁多人，佢都想埋嚟睇下，誒咩嚟㗎咁樣。係。係。咁開唔開心啊？今次又見到即係真係咁啊！你哋自己 design 嘅一個 T-shirt 咁受歡迎。係啊，都好開心，同埋都其實雖然好有少少 chaotic， 但係我都好開心，好激動。至於用美食俘虜遊客心的兩組小食組都很用心炮製美食，其中甜品廚房組的口號氣勢亦非常強勁啊！甜品廚房食咗先講。哇，犀利喎！你哋俾幾多分你哋嘅嘢食先？100分啦，梗係100分，絕對100分。OK， 我知道你哋好辛苦啦，即係去諗個 idea 啦，跟住又要即係自己去整嘅喎。到去真係同啲旅客去推介嘅時候，那個感覺係點咧？我自己其實就覺得好，即係其實都仲有個溝通障礙，因為我都係講話香港 local dessert， 但係真係都唔係點樣知道點樣解釋糖不甩係點樣整嘅。咁其實佢哋都係然後咧就照食咯，咁樣係啊。你哋但你哋本身喺今日之前，你哋本身係有冇煮開嘢食㗎？有㗎，其實我哋大家都。都有煮開公仔麵咁樣，唔係，我哋都煮啲番茄炒蛋啦，一啲糖水啦，綠豆沙啦。甜品廚房就有糖不甩吸引遊客，而另一組都唔輸蝕，有雞蛋仔同最有燒煮 feel 嘅楊枝甘露做主打，呢組一樣好受遊客喜愛，被讚整得好好食啊！都話係好好食噶，個個人都話讚，不過就好多唔同，真係我覺得其實越南都有一個好國際化咯，即係有其實唔單止，其實都係有香港人嘅，即係都好多外國人嘅，其實都真係好多。我諗因為越南呢個地方咧，佢比較即係呢一度就比較係。適合咧你嚟 relax 啊，係啊，放鬆啊，所以咧就好多外國人啊，唔同國家嘅人都會嚟，但大家個心情都好愉快嘅，咁所以都令到我哋今日咧，其實賣緊雞蛋仔嘅時候，我哋都好愉快咯，好開心，好似同佢哋傾偈咁交流一下文化，真係做緊一個好似香港小姐要做嘅嘢咁。